来到王者荣耀，敌军还有五秒到达战场 ，Let's go， 做好准备，全军出击！一双鞋一买，中路线一卡，害怕他们的前排好肉啊！我感觉这个分段敢玩公孙离，是十分大胆的事情，好吧？这就好很多啊，兄弟们，这带的是献祭，带献祭就感觉两个一技能肯定能多死一波兵，打不打我？哎，不打我嘞，他为什么没有升级啊？好的。怎么没有丢技能啊？空空机 ，OK， 撤。这带献祭真的好很多啊！那个献祭，你不要去带心眼的，我觉得那个妲己是有细节的。你带献祭的话，两个一技能就推死一波兵了，很关键的，不然你每个兵要补两下，很差节奏的。发起进攻 ，OK， 兄弟们冲！发起进攻 ，An ally has been slain， 一定比想象的更温柔一些。不着急啊，继续去中路。我最近觉得我这个游戏声音怎么这么小啊？我等下把我音响调一下，音响声音小。看这个两个一技能波死，一波兵就死了，是吧？很方便。不打干净啊！去上路感觉杀不了啊，我们老老实实把这个野都清了。妲己带啥都一样，不一样。你要去感知这个铭文不一样的地方。这刮不动了，带回中路清。他技能用了。别打我了，我错了，哥。我声音调了吗？我怎么感觉声音怎么这么小？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Double kill. 会为需要的人而存在。漂亮，多谢。我玩塞尔达嘛，我玩单机玩的比较少，打王者的时间都打不完。开始撤退。打起来，稍微帮我挡一下。总有一款甜品。哎，你不要打我。你生活的苦味。应该死了。You have slain an enemy. 舒服。欢迎再来。现在这个夏侯打野是真的挺热门的呀。这间咖啡屋会为需要的人而存在。Killing spree。舒服。主宰。欢迎再来。降临。防御塔护盾消失。怒车出击。啊！直接甩大爷。我现在装备是不够，直接把他秒了的。需要打一个一技能，我先炫个大招给他，对吧？差一点，他再出来就闪现弄他了。好像没给我机会啊！会为需要的人而存在。小蹲一手，上路。先打一套啊！这什么呀这？啊，你这一波闪现上去他就死了啊！如果你要求稳的话，你肯定一闪会比较稳一点。先炫个大。
来了来了，冲冲冲！这应该都死干净了，就把上路推了吧，中路有人。哎，不知道这对面的法师在哪呀？让他推吧，我们绕一绕。我们把帽子做出来就可以一套把别人秒了。这里先过去打他一套状态。哎，尽情享用甜蜜续杯。吓我一跳！我是比较喜欢见人，我就先用大招的。蛋糕就选自己喜欢的吧。见到别人先甩个大招，很好用的。味蕾绽放！什么鬼啊！我都没看清楚，还丢了个大。然后把音量调一下，这个音量这么声音这么小。OK. 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 继续招财蛋糕。还有帽子了。这最后不会因为这个黄忠架起大炮来没人切他，我们直接全部都炸了吧？还是那些甜蜜有。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夏侯打野辅助选个孙膑，就真的很强啊，这是体系啊。好吧。哥，干嘛呢？先炫个大在他脸上，下一波他一不留神就直接反秒。生日蛋糕就选自己喜欢的吧。蹲一下，蹲一下。打起来了呀，血量大了。差一下呀，这夏侯太猛了。这就是让人牵挂的味道。上路塔还没推呀，哥们儿。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 能扛能打。生日蛋糕就选自己喜欢的吧。挡一下，挡一下。他打不死这个夏侯的，哇天哪，兄弟，看到没这个效果？这就是让人牵挂的味道。这陈亚金真的是玩啊，无情担待，好吧，我都没见过陈亚金。来人！终于要跟金哥第一次会面了。让你留恋的是甜点，还是那些与甜蜜有关的瞬间？好吧。晕死阿波炫大把穿有了呀，三件套了，上就完事了，夏侯死掉了，夏侯好吧可以都要给他干晕了。你让我们的世界能一波波请求集合，这胆子真大呀，走吧。
啊，赢到亲了，一波不下去吧？你。生日蛋糕就选自己喜欢的吧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, killing spree. Enemy double kill. 没蓝了，没蓝了，不能陪他们浪。再见，再见。这夏侯好稳。有沈梦溪体验卡吗？好像有。等我把这一个号这一局打了，来呀！追到我脸上融化了。请求集合，状态太差了，先撤一下。法师死了，要趁这个黄忠装备还没起来赶紧推了算了呀，往后打还是不好打的。哇，这几个肉往前面顶好猛啊。完了，这一波对啊，手比我长啊，我感觉我二技能晕到他的时候抬手飞过去我就死了呀，我只能用大招打他，边打边溜。柳时彻站在前面，等一下，黄忠这一波经济就起来了。集合，进攻暴君。生日蛋糕就选自己喜欢的吧。味蕾绽放。把上路线带一下。上路还不限，又在浪。请求集合，开始撤退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Hello, hello. 阿星疯了呀！让你留恋的是甜点，还是那些 ？You have slain an enemy.啊、我你这个秒他太好，太好秒了吧？他那个盾根本就扛不住的呀。点塔，点塔，点塔！不用一款甜品能疗愈你生活的苦味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这波一闪直接秒了。666。让你留恋的是甜点，还是那些甜蜜鬼般的瞬间？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. 哎，我真的是没蓝了，我好着急啊！这个一技能还是比较关键的，死活打不下来。开始撤退。生日蛋糕就选自己喜欢的吧。真是打得拖，刚才那一波一闪就感觉还挺好用的呀，这爆发来得快，你就不用上去等二技能，一技能飘了直接一闪伤害打出来，然后二三技能全部都秒了。尽情享用甜蜜续杯。
围绕我们的世界一定比想象的更温柔一些。完了。Shut down. An enemy has been. 哎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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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开始撤退，开始撤退。撤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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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撤。坏了。哇的天哪，这一坨肉全部都挤在这个搁这挤的。这间咖啡屋会为需要的人而存在。哇，他打不死夏侯啊。开始撤退，让你留恋的是甜点还是那些与甜蜜有关的瞬间？这个钻石局其实也挺折磨人的。真折磨。试试招牌蛋糕。哇，兄弟，你别死啊。不打起，这逗的，这黄忠怼的我脸上冲。可恶，我这个开始撤退，醒不来呀。迷失自我，开始撤退。哎，别别别，牛哥，开始撤退。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 啊！ Enemy killing spree. 啊！哎呦，好高啊，兄弟们，好像这一波又能打赢。真是乱得很，也是莫名其妙，都站在一坨，让我乱打。黄忠不在，他们有点嘎嘎冲。我们那个，哎呀，我真的急死了！发起进攻。他们那个忠哥不在，他们也敢打呀？还是那些与甜蜜有关的瞬间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风暴龙王降临，决战开始。互相打成了回合制。
钻石居然挺有意思的呀，许久不打，感觉好极了。你来我往的，相互下饭。那种 C 位不在就是上去莽，我们这边是 C 位，C 位是直接往那个肉脸上莽，那边是 C 位不在，肉往脸上莽。